开源海域的风车。这边看就会显出风车的非常的大。来这边买一间，一样价钱350。第一摊，第七摊，这家比较火。在那边，那边过去那边看，过去那边。哇，这个是澎湖的，这皮比较薄，肉比较厚。差不多啊，前面这个是菲律宾的，那有多还有那不一样，因为你人数多，这个又多，没有你没有你人多，看了，外面就三只，一人一半到六半。香港人比较喜欢吃有壳类的，你比较不喜欢吃带壳的就喜欢。在这一摊料理，高九孔小卷，这个龙虾，这个应该是菲律宾的，比较小，是菲律宾的。
海参呢、啊？对对，在哪？随梦去，挽手可跟你，听晚风吹了分离。望向你，桂花香扑鼻，看依稀归雁也远飞。回望那、那往昔经历，这世间有多少传奇？年华里。天际似风似一个燕着飞，爱你一生不舍离，何惧远隔百千里，就算几分风霜作预备，明日如何未把枕别离，让我深深的忆起，留下暖意抱紧你，愿与彼此相思到梦寐，如若明了是我置身火地。